我的嘴巴它又嘟起来了，它又像一个水蜜桃，它总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嘟起来了。是像极了小兔子，就是粉粉嫩嫩的，然后 bling bling 的，甜甜的。破茧，然后表演一分半。这歌是第二次和大家见面，然后我们都很喜欢这首歌，然后其实大家我看其实粉丝朋友们好像也都很喜欢这首歌，所以我们还是挺期待这次再次表演的。我今天妆造主打一个可爱吧，就是首先是蓬蓬裙，然后是双马尾，然后我还有一个猫耳朵，但是现在还没戴，刚好就跟我们这次的主题搭。太近了 baby。这刘海被鱼钩啃了，抬一下。哦，对，你们怎么没受惊？嗯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反派 Elsa。哈哈哈哈哈。走了，我走了已经。刚刚那个我觉得非常像一个拍照的方法，就是这个。啊！头上有。而且都是差不多的发色。确实。对哦，那你是恶，我这是恶魔上有激情，别惹我啊！你别惹我。你这个没有杀伤力，更大，杀伤力更大一点。像我又变身。哎呦我天！一个都弯。OK， 妈妈。哎呦我天哪！你还是别夹了吧。不是，你还是别。你不是说我是个可爱风吗？可爱风不让你被夹走。我们要重回我们。拜拜。
来了，来金鸡宝箱。R.E.D. Hello, 你好。Oh, thank you. Thank you. Hope you guys have fun today. 加油了。就转过来的，没就天上就好，就这样，可以飞起来了。哎，我觉得我刚刚也想跳跳，跳跳跳，可以。啊，对，身体肩膀肩都很好。对，很好。我懂了。可以。如果是。那你应该在当你说爱我们卡这样稍微轻松一点别卡我了吃鸡哇！